那个粉糖，我特意没有洗得那么干净，所以这股味特别香。哎，老婆，下大雨了，咱们早上吃肠粉吧。在家还能吃肠粉？对呀，我昨天把米都泡好了。那行呀。老婆，赶紧过来吃肠粉呢。跟老婆喝猪杂汤，喝着很清甜。哇，这个猪是我们对面那个叔公他家杀猪的，早上五点多我过去拿的。哦，怪不得呢。吃你亲手做的肠粉，感觉还挺地道的。那肯定啊，都是自己家的米做的。刚开始我觉得是你的手艺好，吃到最后我才明白是因为我们家的米特别香。所以谁做都是一样好吃的。嗯，中午饭你做吧。再说吧。你煮米饭就可以了，肯定也很香。我做菜。